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活在上帝的祝福、恩典和大能里面。那么，我们每天都说活在上帝的祝福里，到底有没有上帝呢？昨天和你分享，从圣经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看到有一本书在这里，这本书一定有人把它做出来；有一个摄影机在这里，这个摄影机一定有人把它做出来。你现在看恩典365，你看到恩典365，你就知道一定有人把它拍出来、录出来、剪接出来，它不可能就突然出现的。这些小小的一个恩典365，你都会觉得它一定有人把它做出来。宇宙这么浩瀚，这么多的奥秘，它背后一定也有一双创造的手。圣经让我们看见说，起初上帝创造，这是那位创造的那位主。而这个主的创造里面呢，我想即便你不是基督徒，可能你都听过说，圣经里面讲到神用六天造这个世界，六天每一天有不同的创造，是有步骤的，是有次序的，一步一步的进行。但在这六天的创造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真理跟你我有关。我还是说，到底有没有神？我们大概很难否认看到他创造的万物，我们很难否认这个背后一定有一双创造的手。但是即便有一位全能的神，他创造这个宇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这六天当中，我要跟你看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们发现，这位创造的主跟你我有关。每一天的创造都从一句话开始，就是神说。好像在第一章第三节，创世纪的第一章，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它的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有就有，神说，说这个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跟你我有关，那就是出于神的话。神说了，那个话出来了，神说要有光，这一句话光就出现了。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我相信对于很多基督徒而言，我们真知道为什么要认真读圣经，因为神的话不只是个道理，神的话是真理。道理跟真理不一样，道理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事情是怎么回事，真相是什么回事，我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我应该好好读书，我不应该打老婆，我应该要认真赚钱，我不应该要每天耗在这个打电动上。很多应该道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知道这些事情的这个理是什么，我要怎么样来做。但是真理跟道理不一样。你知道道理常常让人很挫折的是，很多事我都知道啊。你以为打老婆的人不知道不应该打老婆吗？但是火气上来之后还管不住自己啊。哪个人不知道说天天上色情网站其实对我没什么好处，但是你下不来啊。打电动的人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人可以打电动打到后来猝死，打太久了，24小时48小时就死在电脑前面。大家都知道那样子的耗费自己的身体是很不好的，通通都知道。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什么都知道就是做不到。道理让我们知道，可是你知道很多的事却做不到，有什么用呢？神的话是真理。真理跟道理不一样，真理不只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理不只是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真理是带着力量的，它让你不只知道而且可以做到。因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说有就有，神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神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一顺服神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不只告诉你不应该这样，他给你力量去不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他不只是对你说你应该这样，你顺服下来，不只是你说哦，那我应该这样，他会给你力量去做到那个该做的事。神的话是真理，真理是带着能力的，因为神说有就有。愿今天短短的恩典365，你也听见主对你的心说话。
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许多事是我们明明知道但是始终做不到，很挫折，知道不应该但是我们一直去做，知道应该但是我就是没有力量去做。但愿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极大的帮助，因为出于你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这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但愿今天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主对你说，他的话带着能力。